这里是苗栗的小木时光庄园度假饭店，然后这是它的户外的设施区，有温泉、烤箱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，泳池区的部分不是温泉，然后下面这些都是温泉池，有冷池也有热池。好，然后就是像如果是下雨天的部分呢、这边也是有棚内的哈、就是下雨天的部分，这边也是可以泡汤，有31.5度、36.8度、42.3度，很棒的环境。新的饭店果然就是不一样，好舒服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就是淋浴区、洗手间，可以听得到它就会放一些音乐，而且他们还有养生茶哦。然后可以看一下，哇，还有户外的用餐区耶。好，男生的更衣室，然后鞋，哇还有提供鞋子耶，饮水机，还有养生茶，有这个不嫩喉茶、养肝茶，还有健美茶，都是免费提供的。好，那这边有女生的更衣室，哇，这边还有提供鞋子。女生更衣室的部分，这边是洗手间，很漂亮哈、然后就是木质调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淋浴间，可以大概看一下淋浴间的部分，它是用三双彩药的，然后哇，它可以放衣服。不错哦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吹风机，哇，还有这个润肤乳都有提供，很棒。